总是 always 总是 他上课总是迟到 She is always late for class 他上课总是迟到 那里总是有很多人 There are always many people there 那里总是有很多人 感兴趣 Interested 感兴趣 我对书感兴趣 I am interested in books 我对书感兴趣 我对电影感兴趣 I am interested in movies 我对电影感兴趣 感冒 Cold 感冒 你肯定感冒了 You must have a cold 你肯定感冒了 我好像感冒了 I feel like I have a cold 我好像感冒了 愿意 Willing, would 愿意 他很愿意帮助别人 He is willing to help others 他很愿意帮助别人 他们一定愿意 They must be willing 他们一定愿意 成绩 Results, scores, grades 成绩 我成绩不好 My grades are not good 我成绩不好 你数学成绩提高了不少 Your math scores have improved a lot 你数学成绩提高了不少 或者 Or 或者 他想当医生或者经商 He wants to be a doctor or do business 他想当医生或者经商 把知识或者技能教给别人 Teach knowledge or skills to others 把知识或者技能教给别人 才 Just, only 才 我们才爬了半个小时 We only climbed for half an hour 我们才爬了半个小时 我现在才明白这件事 I just understand this now 我现在才明白这件事 打扫 Clean 打扫 他昨天没打扫房间 He did not clean the room yesterday 他昨天没打扫房间 我在打扫房间 I am cleaning the room. 我在打扫房间。打算。Plan. 打算。我打算去北京。I plan to go to Beijing. 我打算去北京。我打算休息。I plan to rest. 我打算休息。 把 Put, take 把 请把这本书给他 Please give him this book 请把这本书给他 把你的意思告诉我吧 Tell me what you mean 把你的意思告诉我吧 护照 Passport 护照 这是我的护照 This is my passport 这是我的护照 他忘带护照了 He forgot to bring his passport 他忘带护照了 担心 Worry 担心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Nothing to worry about.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一直很担心他的女儿。He has been worried about his daughter. 他一直很担心他的女儿。拿。Take. 拿。你要多少就拿多少。Take as much as you want. 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去拿几个咖啡杯。Go get some coffee cups. 去拿几个咖啡杯。换。Change. 换。那我来换吧。I will change it. 那我来换吧。我换了工作。I changed job. 我换了工作。接。Meet, pick. 接。我会去接他的。I will pick him up. 我会去接他的。下午我去机场接你。I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airport this afternoon. 下午我去机场接你。提高。Increase, promote. 提高。它提高你的写作。It improves your writing. 它提高你的写作。这些学生的听力提高了。The listening of these students has improved. 这些学生的听力提高了。搬。Turn, move. 搬。她说服丈夫搬家。She persuaded her husband to move. 她说服丈夫搬家。她给我搬完家就回去了。He moved back for me. 他给我搬完家就回去了。放。Put. 放。把你的自行车放好。Put your bike away. 把你的自行车放好。他把书放在了桌上。He put the book on the table. 他把书放在了桌上。放心。Rest assured, relieved. 放心。他对这事很放心。He feels relieved about this. 他对这事很放心。你放心吧。Do not worry. 你放心吧。故事。Story. 故事。那些不是他们的故事。Those are not their stories. 那些不是他们的故事。我也听过一个类似的故事。I also heard a similar story. 我也听过一个类似的故事。教。Teach. 教。爸爸教我游泳。Dad taught me to swim. 爸爸教我游泳。妈妈教我吃饭。Mother taught me to eat. 妈妈教我吃饭。数学。Mathematics. 数学。我的数学很差。My math is bad. 我的数学很差。我上数学课。I have math class. 我上数学课。文化。Culture. 文化。中国文化真有意思。Chinese culture is really interesting. 中国文化真有意思。我喜欢日本文化。I like Japanese culture.
我喜欢日本文化。新闻 News 新闻我上网去看看新闻。I go online to check the news. 我上网去看看新闻。我看最近的新闻。I read the latest news. 我看最近的新闻。新鲜。Fresh. 新鲜。外面的空气真新鲜。The air outside is so fresh. 外面的空气真新鲜。这些都是新鲜水果。These are fresh fruits. 这些都是新鲜水果。方便。Convenient. 方便。上午不太方便。It is not convenient in the morning.上午不太方便。这方便的多了。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这方便的多了。旧。Old, used. 旧。他的房子又小又旧。His house is small and old. 他的房子又小又旧。他的旧手机坏了。His old phone is broken. 他的旧手机坏了。明白。Understand. 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I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他说什么。I do not quite understand what he said. 我不太明白他说什么。春 Spring 春春天终于来了。Spring is finally here. 春天终于来了。春天是一年的开始。Spring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春天是一年的开始。更 More 更我足球踢得更好。I play football better. 我足球踢得更好。他比我更喜欢游泳。He likes swimming better than me. 他比我更喜欢游泳。总是总是他上课总是迟到。他上课总是迟到。那里总是有很多人。那里总是有很多人。感兴趣感兴趣。我对书感兴趣。我对书感兴趣。我对电影感兴趣。我对电影感兴趣。感冒。感冒。你肯定感冒了。你肯定感冒了。我好像感冒了。我好像感冒了。愿意愿意他很愿意帮助别人。他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们一定愿意。他们一定愿意。成绩成绩我成绩不好。我成绩不好。你数学成绩提高了不少。你数学成绩提高了不少。或者或者他想当医生或者经商。
他想当医生或者经商，把知识或者技能教给别人。才，我们才爬了半个小时。 我现在才明白这件事。打扫。他昨天没打扫房间。我在打扫房间。打算。 打算。我打算去北京。把，请把这本书给他。请把这本书给他。 把你的意思告诉我吧。护照。这是我的护照。他忘带护照了。担心。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拿。你要多少就拿多少。 去拿几个咖啡杯？换。那我来换吧。我换了工作。接。 我会去接他的。下午我去机场接你。提高。他提高你的写作。这些学生的听力提高了。 这些学生的听力提高了。搬。他说服丈夫搬家。放。 把你的自行车放好。放心。他对这事很放心。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故事。那些不是他们的故事。我也听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叫。
爸爸教我游泳。爸爸教我游泳。妈妈教我吃饭。妈妈教我吃饭。数学。数学。我的数学很差。我的数学很差。我上数学课。我上数学课。文化。文化。中国文化真有意思。中国文化真有意思。我喜欢日本文化。我喜欢日本文化。新闻。新闻。我上网去看看新闻。我上网去看看新闻。我看最近的新闻。我看最近的新闻。新鲜。新鲜。外面的空气真新鲜。外面的空气真新鲜。这些都是新鲜水果。这些都是新鲜水果。方便。方便。上午不太方便。上午不太方便。这方便的多了。这方便的多了。旧。旧。他的房子又小又旧。他的房子又小又旧。他的旧手机坏了。他的旧手机坏了。明白。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他说什么。我不太明白他说什么。春。春。春天终于来了。春天终于来了。春天是一年的开始。春天是一年的开始。更。更。我足球踢得更好。我足球踢得更好。他比我更喜欢游泳。他比我更喜欢游泳。